我又来了。他们都说让我吸你。吸猫是怎么吸猫的？老白，你别再装了啊！现在有点装老实呢。看我亲一下老白，老白会是什么反应啊？我还没亲过老白呢。没反应。愣住了，愣住了，老白，你是不是没想到？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在摇尾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很开心啊，老板？呀呀呀呀呀！你也想亲我了？哟，可能就是我打开摄像头了。这只猫啊，老白这只猫，每次我一拿手机对着它，咋了？你是反应迟钝是不是？现在才反应过来？呀，朋友们，你们想不想亲老白？嘿嘿嘿。OK，朋友们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今天亲了老白。